我觉得就纯解谜的啦，就算是。那我应该就是没有玩过，是吗？对，你没有玩过梦游先生。我没有玩过梦游先生。我有看过同学玩過，所以你就是玩那个烤肉的嘛？对，玩烤肉，我玩烤肉或者钓鱼的，啊、或者你要打，或者是公车过来放屁的，还有那个拉屎然后射屁的，蛮多是内派的，你是内派的内派的，我是内派的，我是内派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然就是在丛林里面会有很多裸男冲来想要刚你。你是内派，你是内派，对我都是玩那种动作型的，好玩的那一款，那一款我尝试破关过。我都是玩这种的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那种逃离房间，我真的是没耐心啊，从小就急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其他交友有玩吗？当然有啊，一二我都有玩，把血鬼改成自己的脸。你有做过这种事吗？我是把 template 改成我自己的头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你选角的时候，我的照片这样，然后那血鬼就这么走路，就是我脸这样。他不是会发的很快，那小气功吗？每个都改成干你娘的，全部都写小字，都干你娘，一堆干你娘飞出来，说看很帅吧，我改了两天呢。然后不是有那个冰人有打那个冰柱，那个直接把它改成一个蓝色的升级器。怎么会说解谜游戏里面讲到的 LF2 老人臭？可是其实交换礼物是好玩的，我觉得。嗯，应该说如果大家真的都是买一些不错的，我们台剧都有交换礼物，对，但我们台剧交换礼物是以烂为烂为主为原则，谁敢送好的就直接请他出去。拖出去打，对，直接想直接把他那个退休 ID 查出来，然后把他从我们的时光海涌背。啊，这倒是蛮温柔的，记中使用的东西。你为什么那么用心？给我滚！不要让我看。直接肉搜他，找到他家，把他妹妹抓出来打。为什么？打他心爱的人比较有用。打他心爱的人，把他全部全他都全部查出来。你姐这么贴心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关心过他吗？志万姐在外面做什么事情？买一些那么好用的东西给大家看，情人节还做巧克力送给全公司人吃，干什么东西啊？飘屁话，狂打他巴掌，莫名其妙，真的是莫名其妙，像你傻。嗨，大家好，鲨鱼，这个红色按钮订阅搞起来，快点订阅，你们赶快订阅，这样你才不会漏接我们所有再造的影片，精华，给我影片。